不管看几次都觉得太可爱啦。李永智近日和 Dio 合作推出新歌 Smoke Girl， MV 最后 Dio 偷亲李永智，吓得他拔腿狂奔的片段小翻打批网友，更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你애인영지씨가와있는데李永智近日也登上罗 PD 的频道直播，并与 Dio 通话，分享吻戏的幕后故事，透露这段吻戏是事先安排好的。아그러면갑자기그사실자꾸붙여줘가지고갑자기꽃보였을때영지가막그뛰어나간건또콘티있는겁니까어떻게된겁니까그거는실제리액션이었습니다아실제찐리액션、네、아누가봐도찐이었는데사실계속피했어요저를아니제가물어봤어요그래서뮤직비디오를찍으셨던적이 있냐고근데한번도이런어떤없어요없어요뭐라드라마타이즈같은걸찍으신적이없다그래서네아그래서그래도제가여태까지그래도해왔던많이해봤으니까선배니까선배니까부담스러워하시는것도있고하니까그래서좀편해지려고많이노력을좀했던것같아요정말많이도와주셨어요경수가많이잘이끌어줬군요네엄청진짜고맙다경수대단한프로페셔널입니다아닙니다而身为前辈的 Dio 为了打破尴尬，不断主动与李永智聊天。他也大赞 Dio 相当专业，表示自己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就拍完吻戏了。看似即兴的幕后故事曝光后，网友们也纷纷留言：